好，大家好，我是想想人物空间总监张瑞全。然后今天其实我自己在想想也办了一场这个新书座谈会，那个作者是余杰哦，他现在是他因为很勇敢的在中国说一些真实的话哦，写了一些很诚实的书，那现在他只好在美国流亡，所以他现在其实我们花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邀请他到这个香港这边办新书座谈会，结果我自己溜来这里啊，表示其实今天这个机会对我来讲意义很重大啊。彰化的代志，但彰化我来到三江啊，这是应该啊。我自己也是彰化人，我是原名啊。大家刚好关你们，关你们朋友，耶，关你们哦，我都给了，多谢大家哦。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在过去好几年都参与了这个音乐会的演出，那我必须老实说，我在认识傅怡之前哦，我其实对赖和这个人他的作品、他的生平其实并不清楚。我刚刚听到说各位好像还在课本里面有读到他的作品，我的年代是没有的，我的年代是没有这个人物，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他在作品里面传达出来那种对土地的爱。对于正义的坚持，啊，对于这种人性的关怀，这个是我们那个年代，我的年代哦是没有的，当然我的年代跟你们课本有的那个年代没有差太远，可能就差一两年而已，好吧，算了 ，OK， 但是后来自己花时间去读赖和的作品，我甚至在我唯一拍过的一支 MV 里面的最后片尾。放上了这个南国哀歌，那个作品里面的一个段话，所以对我来讲啊，我不敢说我完全的了解赖和的作品，但至少在我读过的作品里面，他也给我很多的冲击，给我很多新的想法，也对于我身为一个彰化人感到骄傲。那赖和基金会哦，其实怎么说我？当然现场有很多是因为赖和基金会而来的，但是我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过赖和基金会，其实他们真的非常了不起，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因为像今天这个标题，你看启造城市文化梦，赖和文学旅行的青春实践，非常的复杂，这题不是你们提的吗？是吧？这是你取的哈 ，OK， 哦，这个有时候猛一看真的 ，OK， 这是要讲哪一部分啊？哈，因为想不无法判断了，但是这个我看是要那个要吸引一些文青哦来听我们这个哲武的这样一个分享。那但是其实我必须说实在的，像刚刚同学不是同学哦，因为然后各位朋友提到的这个导览哦或是小旅行这部分，其实也说明了哦赖和基金会。虽然主角是一个作家，但是他走出了书的范围，走出了这个白纸黑字的范围，到真的土地上去走，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对于文学的想象通常就是存在于一本书，一本书这样子，但不是，他们我觉得赖和基金会的志工们，还有他们所有在策划的人，把文学作品跟在地的旅行做结合。我想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做法啊，让人透过真的到了彰化，走在巷道，走在街道，走在各个景点，你可以想到文学作品的美，文学作品的好哦，这个是我觉得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创想。那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如果我们彰化有观光局还是什么，有的 OK， 应该要找你们去直接去当那边的一些策划的，因为他们也没做什么事情。OK， 好。天空步道。OK， 天空步道有哈，那个吊桥是那个吗？天空有道的故事。OK， 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彰化这几年在观光的部分有真的所谓的成长的话哦，赖和基金会扮演了非常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今天我觉得也让你们来说说看哦，就是说赖和基金会到底对于这样一个文化旅行、文学旅行、文学的旅行这样一个构想的来由，
或者是说整个你们对于它的愿景是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然后甚至如果朋友们有问题就也可以直接发问， OK 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把时间就交给你。1994年就是百岁名单的时候，赖和基金会成立。那这20年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那我想短短时间，就我们用去年我们那个募款音乐会的影片，稍微让大家就是快速了解一下赖和基金会这20年来怎么跟台湾一起往前走。谢谢。
刚刚这个影片啊，发现这影片好像有点慢，对啊。不过其实因为二十年，我想没有办法在这种短短五六分钟全部呈现。不过这是我们去年稍微整理一下，那大家其实慢慢的可以，就是大家可以从刚刚的影片大概可以感觉到，就是台湾从九零年代到现在，就是从民主化本土化，那赖尔基金会的创立其实也在九零年代，它变成带动台湾文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团体。那当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我们也继续做高中人文的这个全国高中人文奖，然后去面对升学主义的一些问题。那在2008年之后，其实政党的再轮替，当威权过去的旧威权又过来又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面对的是彰化很多，不管是在地的开发案、国光石化，或者说我们在刚刚有些朋友说，彰化有多老屋，有现代主义，像我们遇到高滨者要被一代就是拆成停车场的一些事情。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彰化的年轻人跟赖尔基金会也一直在思考，就是我们可以怎么做这样子。对，那其实我想，就是我大概分享几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到底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会出现？哈，那然后再来就是说，到底我在接机会执行长的时候，我自己去想这个城市发展跟赖和文学的一些关系。那这个也可以去回应，就是目前台湾有很多都在谈小旅行，然后文学地景，然后甚至过去文件会也编了两大本，
对，那然后有网站，那高度安排这个东西的时候，到底第几空间，然后地方，我们到底是怎么，我们只是把它变成一个虚幻的资本主义的空间呢，还是说是跟人有情感的一个地方感的一个地方性的空间？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思考。那再来就是会稍微谈一下，就我们怎么去做自工培训跟文学旅行的部分。好，那刚刚可能大家有看到那个影片，那其实我想从一张照片谈起，就是这是2005年的奈何奖，这是最后一次奈何奖的举办，就是过去我们在奈何是5月28号生日，他是双子座，不要看他那样子长，那你就是看他长那样，就是其实他是一个很幽默的双子座。如果你去读他的小说《风座》，你就觉得这个人真是看不出来的。对，那而且他很喜欢旅行，双子座也很喜欢旅行。那可是奈何我们在过去纪念奈何生日的时候，因为我们举办奈何奖，要去肯定就是台湾文学作家，还有就是伊岛贡献奖这样子。那因为奈何有两个，他是作家，然后他是文学家，然后同时他也是医生这样子。那在2005年的时候，基金会决定，傍晚做一次奈何奖。我们隔天开始，就是一部分也因为基金会是一个民间团体，那我们觉得台湾的公部门已经开始在做类似的事，所以这件事情不需要再由奈何基金会来做。那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的经费裁员没有办法再负担。那在2005年的奈何奖颁奖上面，出现了一群年轻人，他们以奈何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到老人组成走唱队》，这几个朋友有吴亦瑞、吴亦晨，还有陈南红，还有吕美清。那这几个朋友，我想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近期就是洪仲丘的时候，不是有出现一首歌叫《你敢我看有奈去关》？对，那就是吴亦晨他做的。那一层当时他们就这几个朋友，然后南红他现在在影剧界，我去就是他之前都在拍戏这样子。那像那个贺台之前有的一个金钟奖入围阿海梅，就是他有在里面导。那吴亦瑞他现在在新加坡理工大学教书，那最近要转往就是香港这样。那吕美清他现在在日本的一桥大学。那他之前也出了诗集《龙龙一林》。那如果你有在关注台湾文学动态的话，其实会发现这几个年轻人，他们都是这几年就是文坛那样，就是蛮被，就是慢慢会被提起的。那其实这些年轻人，还有一位就是吕长运，他是彰化高中毕业的，那他在万方医院当外科医师。那其实奈何的歌曲会被评成音乐，是因为吕长运他在1992、93的时候，他读北一，那有一次参加大专歌谣比赛的时候，他就把奈何的《相思》那首歌仔调谱成曲，然后得了奖。那我们后来在1999年办第一届的奈何全国高中台湾高中生的文学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把这首歌开始去唱这样子。那慢慢的，我们这些年轻人，刚刚提到到了走上队这些年轻人，其实我们都带过奈何的营队，那我们就去想说，有没有可能再把奈何的歌做，就是奈何的文学谱成歌？那其实这个在台湾不算第一次哈，因为其实猪头皮老师他们早就做了杨奎的《鹅妈妈主讲》。那有一次在花莲的大专营的时候，猪头皮老师就鼓励说：“哎，你就要暖和一些少年啊，你不要皱起来。”你有没有状况吗？那2004年是奈何110岁领导，我们那时候几个年轻人想说，那我们来弄个什么音乐剧啊什么？结果大家就只是讲讲而已。对，然后2005年没有想到，就是吴亦瑞他要出国念书之前，他就开始写了一些歌，然后在奈何的这个五月的奈何奖颁奖典礼上，他们就开始唱这样子。那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雏形。那个时候，我们其实这几个年轻人，我们在讨论一件事，就是其实当时的台湾，因为陈水扁总统执政嘛，所以好像谈台湾的不再是禁忌，所以其实地广台湾没，就是你打开电视，你都可以看到某家家介绍台湾的东西，你打开三立电视台，都可以看到台湾的旅游频道，好像台湾不再是禁忌，然后课本里面可能也有人读到几名清那，然后虽然好像介绍了台湾，可是。好像那个又不是我们要的台湾的文学，那个比例又有些问题。那当
台湾不再是禁忌，年轻人不再是因为禁忌去阅读它的时候，那台湾文学的推广它面临了下一个挑战，因为它就像说我们进去一个很大的卖场，好，台湾文学就是跟其他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各式各样，甚至韩国文化都被摆放在商品的架上，那你要怎么去吸引年轻人把它从架上拿下来？这个是2005年开始我们去面临到，我们讨论到说，其实这是下一步的考验。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想说，哎，有没有可能就是做专辑这样子？那在2005年的夏天，到老雷他们就开始到处走唱，然后去募款，然后在大概年底吧，年底这张专辑就弄出来了。据说这个是台湾音乐史上最快的专辑啊，因为听说半年要做一张专辑，非常可怕的一件事。那个过程里面，刚刚那个照片里面还有一个人，就是吴志宁，吴志宁在这里，吴志宁也是我们这群年轻人当时带来和一起的。那志宁当时他用他切格瓦拉工作室做了非常多的协助。那我们这群人就是后来做了到了这张专辑出来之后，好，然后去张总手上。那刚刚影片大家有听到，那慢慢的就是有一些老师哦，他也会把这个在教吉尼基纳的时候，他就放这个专辑给学生听这样子。那这个专辑其实里面有一本小书哦，就是一般我们拿到的是歌本嘛，很薄对不对？那我们把它当做那个就是奈何介绍册在做的，所以每首歌有每首歌的故事，然后也有找就是也有找那个外国的朋友，中央广播电台的 Andrew， 然后来帮忙翻译成外文。就是我们希望这张专辑可以变成我们拿去介绍给外国朋友认识台湾、认识文学的一张专辑。那也因为有这张专辑的酝酿，所以也让我在想说，如果我当我接了基金会执行长之后，我们要怎么去面对一个当大家不再做纸面阅读的这样子的文学推广的这样的局面。所以音乐跟文学的结合好像势必是我们开始要去走的一条路。所以刚刚大家很多朋友都讲到说，我们这几年有在办那个奈何音乐节，就从2010年开始。那第一次我们就是用奈何的相思，跟他在读台北医学校时代，跟就是大概是大就是现在的台大医院，台大医学院的前身，他在寒假的时候就跟杜聪明两个人从台北走路走回彰化，就跟刚刚两位朋友就是环岛旅行的概念是一样。所以其实文学跟土地是脱离不了关系的，那我们只是换了一个方式吸引大家去阅读文学这样子。那这也是这几年我们在做音乐节的时候，我们会去把奈何的文学的里面的字句去把它萃取出来，作为音乐节的主题，去呼应台湾当代的状况。比如说这个是2011年时代幸福进行曲，时代的进步跟人们的幸福原来是两回事，就是呼应当时不管是国光石化的开发，或者是各地的那种农地在被迫征收的不断被科学园区开发蚕食的状况。对，那这个是我们在思考的问题。那其实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去想说奈何基金会到底要去影响谁。其实我们一开始我是21年前接触奈何的，大家就可以去算，我那时候是高中生，在这个城市的台中五中念书。我的课本里面是没有，不太有教文学，台湾文学，然后甚至课本上面历史课本提到台湾就是大概18、19、20章，然后228就是3行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们是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通过就是台湾自己创台湾化研究社跟彰中一中然后大家这样交流之下，然后自己去摸索认识台湾。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阅读到奈何的一些作品。对，可是当时的我对奈何并没有那么的深刻，可是这20年来，对，我觉得慢慢可以去了解说到底奈何的文学的繁复，还有它里面很深刻的那种精神性的东西。那个精神性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唯有把那个精神性我们把它抓到，我们才有可能去把奈何的这些不管是做文学的推广的活动，然后有别于官方在推，或者是说各式各样以奈何知名的活动，可是奈何基金会可以去做到
我们去展现精神性的东西。那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很多朋友在在地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可以去思考的。因为其实当公部门认为你这个艺文活动吸引了非常多民众，然后想要把它变成官方在办的时候，那他可能就是把你的名字整个拿走。可是他办出来，就是他可能去找公关公司去承包。可是原来从地方找出来那种精神性的东西就不见了。对，那我觉得赖基金会虽然这几年我们在办音乐节都是用民间的力量很辛苦，可是这个过程也是我们想要去坚持，就是说我们要把赖的精神找出来。那这个是赖和在一篇小说《阿四》里面写的一段话，我想刚刚在影片大家看，那其实也差不多是台湾，我想台湾在不管是从戒严到解严，整个民主化过程，青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那这个也是在日治时期，赖和他们在彰化整个大台中州他们文化协会的这些成员他们在做的事情。其实青年的力量在觉醒，然后其实他们是跟世界连接在一起。台湾从来没有之外于这个世界的潮流。赖和他们这个年代，就是在整个二十世纪初民主自觉还有社会运动的氛围里面，去找到台湾要走什么样的路。那我想我自己也在这几年的在基金会的这种跟在地的连结里面，我看到彰化的很多年轻人慢慢的找出来。其实我自己不是，我家己不是彰化人，我是台中市水人，我是海线，我台地有海口音。那然后我自己在当基金会执行长是2009年接，那其实我接的时候，我面临到就是刚刚我谈的那些朋友，不管是稻老雷或是说赖和营的伙伴，大家都面临了20到30岁最艰困的，就是我们要面临大学毕业之后，你必须要求职工作，你不可能再像过去学生时代，你有那么多时间，你全投入一个基金会做志工。那2009年的基金会，我们必须要找新的年轻人，那我们开始一路摸索。那在我觉得蛮幸运，就是说在2011年，你们是什么时候进来？2013年的时候，秋天，就是我们在就是赖的国学旅行的志工开训的时候，然后这些年轻人他们第一堂课他们就说，我们都是 N 字头的，你们知道什么是？那个志工不要讲，你们知道 N 字头是什么意思吗？我们猜一下，你们来看我们共处两个。好啦，对 ，N 字头就是等于中华人的艺术一样。我那时候听到真的差点掉眼泪，因为我觉得我等很久，就是我期待赖和基金会就是有非常多彰化的年轻人进来，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彰化在战后整个政治的发展里面，它被地方排挤所夹杀，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你提到彰化，没有人会去想说，过去赖和他们日本时代做什么文化协会的事情。你提到彰化，你只想到，你只想到什么词汇？我要讲一下，最近很热门的。你们提到彰化，你想到什么？好霸王，好霸王比较凉爽哈。还有嘞，黑道，对，就是那个对黑道，对黑道也是最近很热门的议题。就是其实你提到彰化非常的负面，然后我就不知道说这些彰化你，可是我在不管是在运动圈或者说在艺文界里面，我就明明遇到很多很棒的彰化的年轻人，那为什么彰化的政治就只能是长成那个样子？对，那这个是我们在想的一些事情。那其实阿四是赖和写的一篇未完成的小说哈，可是创作日期不知道，可是据研究者的考究，就是这有可能是赖和想要去写一个就是台湾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的一个小说，这个其实是赖和有点半自传性的小说，所以你在里面会看到说这个阿四其实他参与了文化协会的活动，然后他也因为自己事件被抓去关，然后他面对投入社会运动，其实他是充满了怀疑，好，他充满怀疑，他觉得说我做姐弟亲友后悔，我怎么为什么要去管这么多？可是当他因为自己事件，他被抓走之后，在台中监狱这边被关，然后放出来之后，他更确定他自己要投入运动，因为你不去投入的话，这些政治他会就是殖民者会透过法规去干扰你的生活的日常一切。那这种处境其实我想也是我们面对这种当代台湾政治的处境，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也许有同样的心情。那我在这些志工的身上，我有看到就是说，其实每个人生命中也许都会有一场类似像自己事件这样的事情。
那会去启发他们自己去想象说，我对这个社会我要往前走到哪里，然后我要参与到多少。那也许每个有些人也许没有发生那样类似像自己事件的事情，所以他这一辈子可能都觉得我只要过好我自己就好，那我没有参与社会也没有关系。对，可是我觉得在志工的身上，我看到他们会透过阅读文本，然后去关心地方的事情，然后慢慢会越聊越深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今年的音乐节的主题，我们地方的故事。那这个是奈何在刚刚谈的阿四，是奈何在1920年代，就是非常蓬勃的文化协会的这种运动的蓬勃，因为它的那个背景。等到30年代，因为日本殖民政府他们打压社会运动，所以几乎没有办法再做社会运动，转入地下化。那奈何他们就转入做文学创作。那1932年，奈何写发表这篇《我们地方的故事》，然后刊登在这个《南音》杂志。南音就是台中一个非常鹿港的很重要的叶荣中吼，就是他们创办的《南音》杂志。那这本杂志他强调就是说，我们要去收录我们在地的民间故事，我们要采集我们自己在地的歌谣。那对奈何还有他们这些走过文学运动的这些文学家来讲，他们有一个心情是说，当日本殖民从1895到1930年代，大家可以算一下殖民多久了？三十七，对，就是他们自己的小孩都不会唱台湾的歌谣。他们的小孩子会唱桃太郎，就是那种日本的民谣，所以他们非常担忧，就是台湾的文化会在自己的小孩身上断掉，所以他们去收集民间故事，去采集歌谣。那奈何也到了像林保馆附，就是我们医馆附近的林保馆吼，然后Kijia寮那边跟就是跟那些 Kijia 请教，就是一些歌谣这样。那这个也是我们明天的小旅行会带大家去的地方。那这些地方，就是这个奈何去谈我们地方的故事，它其实除了去强调一个在地的这些歌谣采集之外，它还有一个部分在思考说，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文化资产我们要被拆除的事情。这个是当时他在面对就是日本人在彰化做世界改正的时候，那要把清朝就是地方士绅吼捐款出来盖的这个城门，最后一座东城门拆掉。那奈何他当时写下，就是当时在讨论说，就是到底要怎么拆，到底这个要不要保存？那有的人是只是因为好古的人，他只是因为他是旧，我就是要保存它。那可是大家听到说，这个龙保存下来要很贵，这些人就说啊，那就不要了。那曾经，那还有就是说地方的那些官员的态度。那奈何最后写了一段话，就是极致现代的机器文明，乘着它胜利的威势，侵入到无抵抗力的我这精神文明的中心地，这是受人称颂过的荣誉了。这城楼最后的运命便被决定。开始这些爱台语念，我想省时间，所以我本来说要不要请一个人来念这样子。那个台语系统，那个下面我们有准备小讲，来从上面这个英国这个台系来。我真厉害吼！因为伫只公园口是有一座城楼，
路十足尊贵的地区，去定地定地交通要道要道。这些楼我无读过限制，管制毋知经过偌济年代，但是我捌看过伊的塔塔仔，嘛捌看过伊的中心，毋过心又。都要保存着古的尊贵，所以也是读书的时阵多，因为内部的思想不是表面的多，是就会伫独聊，甲伫现代的机器文明。心着伊性质的威势，甚至到无抵抗力的我，伫精神文明的中心地，这是受人称颂过的英人物。来，这城楼最后的有名，就予决定。城楼你到底要怎么保存？其实，在这个文本，就是说它其实还有讨论，就是说到底我们保存的这个心态到底是什么？有的是因为它很旧，就是因为只是好旧，只是有的是在想说，你的心要怎么保存旧的？对，那其实奈何在那个文本里面，他并没有去给一个答案，可是他在谈一件事，就是说这些文化的保存跟人民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对，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在这几年，我们在想说，在面对彰化这些文化资产的一些议题，其实我们在思考这件事情，是不是所有的老房子全部都要被保存下来？对，那今年我们在经历了，就是应该说我们这几年经历了非常多的文资的一些问题哦，然后所以我们今年用我们地方的故事来做这些主题，然后在那个海报上面就会看到，这其实都是我们文学旅行的必经格哈。那这个是文化协会的演讲所提供的啊，哦，然后这个是已经消失的琼化公园，这个是跟台中公园同期的，很可惜现在变成那个八卦山下的彰化县人力文化中心，然后这个是赖以前被关过的地方，已经指定成历史建筑啊，就是警察署，然后最近在我们死缠烂打之下，终于就是愿意让我们进去看这样子，可赖以当时狱中他有留下狱中日记。然后那个狱中日记所描绘的那些地景其实都还存在。其实刚刚有谈到说我们志工花半年的时间好培训，其实我很多志工受不了那么久，因为中间都要读赖和文本，就像刚刚同学念的很多念不懂，对，然后很想离开。然后我们有个志工说他因为读了赖和的狱中日记，他觉得原来的好看，我赶快留起来，就是我们都有为家里担忧，然后我也会生病，然后我有身心有受苦，然后我非常的脆弱，那让他决定撑下来。不过我们的志工今天没来，不然他也可以讲很多故事。对，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是2011年，就是我们跟基金会跟地方的小溪文化协会，还有半仙岭老子工作室几个民间团体抢救下来的那个1937年的高冰阁，就是刚刚提到那个现代主义建筑，就是 Art Deco。那不过就是这个目前还有待活化。那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赖和基金会现在的旧址，就是赖和医馆。其实赖和纪念馆本身就是一个，因为要被开马路，所以赖和医馆在1990年代初期被拆掉。然后我们在旧址，就是赖家的
长孙奈何的长孙赖月先生，还有奈何的儿子赖生先生，他们想办法就是把在旧址重新盖河源大楼，然后把他们在白色恐怖年代想办法躲过那些监控，然后把奈何的这些手稿、藏书，还有躲过巴西水灾这些东西收藏起来，然后在纪念馆展示整理出来这样子。所以今天如果你们去奈何纪念馆，你还有办法看到奈何的这些藏书跟手稿，都是因为有奈家的人。那所以其实今年我们在音乐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谈这些地方的故事，然后我们想让大家去看不同的彰化。这个彰化是日本时代，日本时代彰化的这些文化人他们做什么事情，然后历经战后去日本化，然后再重新基金会在这几年，不管是从90年代到现在，年轻人透过重新阅读台湾历史文学，然后重新找回自己跟城市的连结。那刚刚我说那个朋友，那个台语文献朋友就是拉比斯片，这个今年的设计也是就是开悟文创的一个王启章大哥他也是有刚的朋友，有刚出生的年轻人那他在台中开一个文创公司，那他自己在想说他怎么样把设计跟这些疫情还有奈何年轻化，那是他今年做的一个他们公司团队做的一个实践。那我们在音乐会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活动的举办上面，其实有很大部分今年做了很多的文学就是讲座，那这讲座无形中我们也去占领了那个空间如果大家有看到我们今年就是有去楼刚，有跟楼刚一娜合办，那楼刚一娜他们从3月、4月一直在抢救一个他们当地一个皇家的重要的精灵厅古宅，那他把抢救下来，然后就是办那个座谈这样子。那明天我们会在跟慈生仁爱院，就是奈何的好朋友养老君他们创办的慈生仁爱院，在那边就是会谈，就是奈何跟他的邻居们，然后是谈附近的林保馆，就是整个林保馆现在面临就是住户要被赶走这样子。那这个过程复杂，等一下黄如会大家提到。然后下礼拜六我们会在一个彰化留下的老书局南方书店我们志工大家5月的时候母亲节去打扫，然后就是老板也是我们透过合办讲座，然后让有心想回彰化开独立书店年轻人跟老板对谈。那其实为了办活动，然后去促进这样子的占领空间，然后其实我们用一种很柔性的占领方式，因为其实在彰化有一个，我不知道在台中会不会，就是其实你要借公部门的场地是非常困难的那我们其实用了一些方式，然后想办法去让这个空间慢慢不一样。那这个就是南方书店的老板，那我们会知道老板，其实这个老板他其实是许世凯家族陈润兴老板，那他的阿公就是许中国改造的战略，对不起，就是文协的一个很重要的建筑挂，就我现在有点忘记许乃昌对，然后他们家族，然后其实他本来是做科技业，就是工业相关的，然后他后来回来接他父亲这一栋，就这个老书店，书店从别人就要搬过那这个书店其实在戒严时期他们还卖过党外杂志。那我们会发现，其实就是因为鸿儒他们这些志工，因为他们在做导览的时候会发现说自己想要去了解更多，那会发现说奈何他们那个时候有多文化事业，那到底这老书店啊在日本时代那么多，那到底战后变怎么样，所以去做了一些调查，然后才知道说其实我们现在是很夯在讲说什么独立书店，其实人家台湾其实本来就存在这样的老书店，只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空点，我们没有用独立书店去称呼它，可是他们都在做类似的事情。那还有另外就是这个是那个王明川先生的孙子赖满仁老师，那赖满仁老师他也就是住在纪念馆楼上，然后我们也因为对想要去了解王明川故居在哪里，然后请教赖满仁老师，那这些都是我们导览施工，那大家在做访谈，然后访谈他，请教他，那赖老师他手上也在做编辑一个王明川的文集，那结果后来我们访谈他完之后一个月就是老师癌症过世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就是
该说信还是不信呢？我也不知道。就是说，其实我想在很多我们的周边有很多日治时期走过日治时期的这些人，然后不管他们是家属，或者是说他们自己本身就有一些经验，我觉得都很值得去挖掘跟保留。那其实台中最近在做白色恐怖的一个这段的调查哈，那我觉得很多年轻人，我觉得大家不要只是听讲座，应该另外讲座要发挥一些行动力这样子。那这是基金会的志工在做的事，那这个是我们去整理南方书店，然后整理完之后就是下礼拜六如果你们来参加讲座，就可以享受这个空间。那这个空间未来也会变成很多就是说很多年轻人可以聚会的场所。哎，那这个是我们最近就是上个月因为武德殿毁坏哦，就是这个是日本时期留下来的一个武道文化的一个空间，打剑道跟柔道。那结果2005年就是整修完毕之后，那卓博元上台之后，他把它毁坏要做卖火锅，然后附近有个阿嬷哈，他说这个是他就发现这件事，他就去抗议上去，那引起议员的注意，所以。战哥阿妈在这里，他那天早上就是上个月我们开心的阿妈就突然出现跟我们这段故事，然后他，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在当卫民府又上台又重启，又要就是要把这个违法的这个不符合古籍文字法的一个利用的方式，就是又开始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时空点其实有很多年轻人站出来抗议，这些年轻人他们已经脚踏实地了，因为。他们都很，不管是赖尔基金会志工，或者说唤醒彰化青年联盟，或者是半线新生会，甚至还有台铁宿舍出的朋友，他们都是因为已经知道彰化的文化的那个底蕴，还有就是我们要接回日本时代的什么点，这个不是要去复制过去旧威权、旧殖民时期的那些官方的说法，而是回到人民怎么去看待这个空间这样子。那。我想，最后有点时间，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在抢救高宾阁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其实，在抢救高宾阁的时候，这些志工其实都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们其实还只是，就是有几个关心，就是会其他赖宏文学的彰师大两个年轻人跟，然后他们就是带完导览的时候，那天刚好是赖宏生日，5月18。然后结果大家就走到这个地方，就发现他贴了公告，就说今天要拆掉它。那对于他们来讲是蛮震撼，因为前面他们看了，就是不管是什么彰化作啊，或者是说各式各样文学的，就是很多的过去文学活动的场景，几乎不是不能进去，不然就是拆掉。那对他们来讲，他们看到的就是，他至少还一栋就是奈何他跟。一些文化人士出入过的30年代的这个酒楼和高宾阁，结果他就被贴说他要拆掉。那后来我们去了解，就是说这是因为地方名单要做彰化火车站附近周边的都更，所以他就把它划进去，那把它拆掉变停车场。那我们就去讨论说，就是这个其实已经有小溪文化协会跟八仙联合活动他们在做，那基金会加入，就是我们去发动联署，让更多外地的彰化年轻人去讨论这件事情。那大家回想很多，就是很多过去只能在媒体或者是说在透过政治人物讲的对于城市的愿景跟改造，还有对城市的记忆，就我们透过联署的时候，很多朋友他们说他们的爸爸妈妈曾经在这里面的战后的铁路医院做过检查，那还有人说他的阿公是设计这一栋的，所以这个民间参与的过程，大家会去讨论说我们把它抢救下来的话，其实可以对彰化的发展更多，而且是有人文众生的，因为这个附近都是小吃，他们有一个久住的地方，你不会认真了，所以如果保留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做更多文化活动，然后社区居民他们也希望说，它不是只是一个就是一隐秘的空间，它可以让大家就是在这边聊天哦，你再从外面他们自己翻译才能看到，就是说他们其实很需要一个讨论的空间，所以其实，在我们在讨论高宾阁的抢救过程里面，我们会去关注到，就是过于我们对于历史的发展跟，就是居民的需求。那这个也是下一步我们在谈活化的时候要做的。好，那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对彰化的愿景，我在想的是，
我们总是在写企划书，然后每次都要听说日本有什么文学家造镇，然后爱尔兰有什么文学小镇什么的。对，可是就是我们想说，哪一篇我们可以写脏话，或者是写自己的帖子。所以其实这个是我2007年去爱尔兰旅行的经验。那对我来讲，我对后来在做基金会带志工的时候，我受益很多，因为这个是在他们的公车上面出现叶慈的那个就是叶慈的那个头像。但是他们爱尔兰已经独立成功了，可他们的文学还是一直发展下去。他们的文学不是只是为了一个国家的独立而存在。那每一年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去爱尔兰参加叶慈的文学活动。那我想最近台中市公车好像有一位诗人节，然后跟陆海秀老师当文化局局长都有一些新的改变，然后让诗人们就是也在公车上露脸。那我想在台湾很少有文人会上公车，除非龙太后这样子。对。然后在爱尔兰你有看到很多那种就是各式各样历史主题的或是文学的旅行。那他们其实我们现在可能都是用走路的，那他们是用那个 bus 然后 tour 去载。那一个作家比如说 Joyce 的一个小说，它就可以变成一条旅行的路线。那我们那时候就是有去报名一条，就是去他们的旅游中心，然后结果他们的那个就是我们报名的，我们去的时候是礼拜二，然后我们想要去礼拜三的行程，他们不让我们去，他说你一定要报礼拜二的行程。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要让他休息。他们的行程是就是135只开放某一条路线，246只开放某一条路线，然后我们就只好跟当天有的行程。结果去到现场的时候，我们巴士被载到现场，结果我们不能下车，因为前一梯的人还没有离开。那个是他们爱尔兰的那个祖先，他们就是一个原始的遗迹这样子。那直到前面一批的人离开之后，我们才能够下车。然后我后来才知道说，当爱尔兰，这是2007年去爱尔兰在拼观光，那那时候马英九也为了这个去爱尔兰取经，然后都在谈爱尔兰的观光经济。可是我在那边看到的是说，人家为了永续观光，他在乎的是环境承载量，所以他宁愿让，就是说我要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我最多容纳多少，不因为赚钱，所以我就是拼命让人进来这样子，而且要让环境休息。那我觉得这个点一直到现在是8-9年后的台湾，我想我们都还没有办法做到。那大家都在拼观光，那我们到底拼什么样的观光？那这个是叶慈的家乡他的纪念馆，这个纪念馆是一个银行所资助那这个其实是在台湾很少看到就是说台湾的民间文学馆、作家馆都是由作家的后代或民间人士自己想办法成立，然后这样苦心经营，甚至成为就是官方不太 care 的一个单位这样。可是在我们在那边看到，就是他们除了有幸，就是说他们其实银行也投入了这样子的文化水泡这样子，那甚至文学家经历过的点都成为他们一个，就是不管是民宿这样。那还有就是在他们的生活空间里面，你会看到就是像这个是爱尔兰的传说一个布莫林的漫画姑娘，据说半夜这个他会出来走动啊，据说对。然后在他们的港边有一个大饥荒的那个雕像那是纪念就是爱尔兰他们在就是马铃薯大饥荒的时候，爱尔兰人被迫要远离开家乡，然后到欧洲、到美洲去讨生活。那其实你在那个地方走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的空间里面不是对于政治的崇拜，而是回到自己这个国家的历史跟文化，还有民间人民的关系。对，那台湾到底要离这样的情景还要多远？对，那我想我最后就是讲一个我们在。这个是目前彰化的状况，你会在彰化看到类似像这种外星人登陆的公共艺术吗？这个是彰化前市长温福明他做的白善孝文学，他的竞选时候把它放在上面，据说这是莲花座相应八卦山的大佛。对，可是他以前是长这样，就是这个是以前三大公庭有宫灯，然后有电有宫灯，然后就是电力，对，然后就是非常就是现代化的阶级这样。然后这是消失的彰化公园，那就是
然后里面这现在我们都是在导览的过程的培训，然后去问老人家，然后老师他们上课的时候都会谈到。那还有就是整个台湾战后去日本化，所以我们其实很多人的家乡可能都有像一些小丘陵哦，那八卦山哦，就是作为当时彰化神社一个很重要的。那甚至当时彰化火车站开通之后，日本人跟他们自己国内介绍的观光案例，就是介绍的景点就是立对九化桥岛一直走，然后走到经过孔庙，然后到八卦山，然后去神社玩。山上还有那个天文台，非常多，就是我们看到照片都吓到，就是原来日本时代已经有这么先进的东西。那当然不是要去歌颂殖民的现代化，而是我们去想想到底我们的生活里面被斩断了什么样的文化，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在过去那么现代化继续往上追这样子。那这个是奈何被关过的监狱，今年我们第一次可以进去看。对，那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本来想说跟公部门谈说，哎，我们就把它那个每个点啊，就是设一下奈何的诗文啊，然后文章写什么，就把它裁成白要底下。可是市公所、县政府他们都听不懂我们在表达什么，对，所以我们只能够做虚拟的，就是我们透过软性由导览市公他们去带去讲这个故事，然后无形中就是我去酝酿说这个城市需要有个实际的文学，不管是文学诗碑或者是文学艺术造景或什么之类的，去酝酿那个氛围。那也许有一天，当民间团体在提出那样的要求，就不会那么困难这样子。对，那这个是我们奈何的地景点哈，这个是这几年我们慢慢去整理出来，就是有奈何的生命足迹、文化协会年代跟彰化的庶民生活。那虽然是以奈何文学为主，可是我们透过奈何的眼睛重新去观看彰化市、观看生活，然后把老一辈日本人日本时代的生活经验跟战后自己的生活经验连接起来，那也让很多年轻人出生在几年后，也许我们来不及，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从课本上学到这些，可是我们透过这个在学习，我们可以去了解更多。对，那这个是从地形志工培训哈，然后通过课程、读书会、看影片、唱歌、观摩演练，然后到五月执行音乐节，然后现在我们在挑战，就是因为去年开始，我就很感谢我们志工大家很投入，很有下心力，所以去年九月开始，我们尝试每个月办一次，那慢慢的会发展出来，就是十月文化协会纪念日10月17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做，就是属于彰化的文学旅行跟相关活动。那衍生出来就是我们也会去做一些地形调查，访问作家的足迹。那希望可以把这些不仅是奈何，还有同时代杨守瑜，还有很多作家去把它呈现出来，这样子。那这个从一开始第一条路线到最后变成四条主题，这个过程其实不是我发想的，全部都是我们的志工大家讨论出来，然后慢慢去形塑出这么多主题。那也因为我真的不是彰化人，可是我们志工越来越多的彰化年轻人参与，所以他们会觉得我们要怎么去透过旅行介绍彰化给大家认识，所以其实他们会去发想，然后去提出更多，然后去挖掘彰化更多的美好。当然这个走路的过程也希望大家去看到彰化的丑陋，因为唯有你打开你的知觉跟感觉，你的五官去感受，你才会去意识跟想说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城市生活，或者是也让来的人可以去讨论说，哎，我回到自己的在地，我想要去建构什么样的家乡。所以这样的旅行绝对不是一个看古迹的怀旧，我们也不再歌颂奈何。所以其实我们想要透过每一个奈何的志工去把奈何的精神传递出去，而且每个人身上都是奈何。那这个是我的分享，谢谢。早讲完，我都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好，对，其实我是从刚才有看到那个，好，先讲一下这张图哈。我可以问一下是谁设计的吗？奈何这个？奈莲。奈莲。你在现场吗？没有。我觉得蛮可爱的，第一次看奈何这么可爱。他们喜欢这张。对，我蛮喜欢这张图的。好，然后因为其实整个基金会，我想大家看完那个影片，或者是听完那个我们执行长讲的，应该觉得这个基金会很忙，对，
然后我是从刚才那边就是刚才看到抢救高宾格的那个画面嘛，其实我就是那时候第一年参加那个导览，然后那时候就看到，对，很真实的说看到，高宾格，我们才刚认识他，知道他是一个彰化很重要的比如说他之前是铁路医院，他高宾格代表就是彰化一个铁道史，然后也包括当时日治时期那些赖河跟他的朋友在那边生活过的足迹。然后你第一次知道，就看到说，他要拆掉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就很奇怪，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当时候在走的时候，印象最深刻走到那一区，然后就是有那个邻居就走过去，然后就丢下一句话，就说啊，这也无啥，唔知咧看啥呢？就是那种对你你的生活的环境跟周遭你都不认识不知道，所以你不知道它的珍贵性在哪里，你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在哪里，所以就一直从那时候我就其实就是在心里算是种下一个种子。可是我并没有在隔年马上就加入赖河基金会这样子，一直到2013年刚好看到跟那个 N 字头的，那里面也还没有我，对，我是半途才加入他们，然后才成为。对，差点没有收我。对，那时候自己去找上门的说，我可以再参加入当志工嘛。那其实加入当志工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会很开心，因为你可以认识到一群人，可以跟你有，就是可以讨论共同的话题，或者是说，我们对这个城市，就是我们了解什么，或者是不了解什么，就是我在赖河基金会中，就是得到最大的，就是我得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样。那所以后来现在我已经从志工就是被骗进来，已经就是升格为秘书这样子，然后就是开始就是跟着去培训志工这样。那其实像我们今年培训志工的话，就是像有一个比较特别，像我们今年第一次可以进去警察署，然后呢就是去申请嘛。然后因为我们志工就是有一个高中彰化女中的高中生，然后他就因为警察署里面是很昏暗，因为那个已经有在使用，结果呢他就是带到那里的时候，他就叫大家把眼睛闭上，然后他就当场就去朗诵了赖恒在狱中日记写的那些15章这样，然后所有人都非常的感动，然后就对我们每一年来讲，都会在一个新的地景点发生一个新的故事。那我觉得赖河为什么他的文章会一直吸引我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写的都是跟人的故事。那其实我们去做导览志工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跟人接触，那我们就会每年都会有新的故事，然后一直这样子传承下去，然后去讨论彰化的任何事情发生的可能这样子。所以赖河算是深耕很久，六年的做这样子导览志工的培训，然后之后现在包括我们也跟罗刚英啊就是一起结合，就是说我们好像看到彰化的年轻人开始去会渐渐的知道说自己想要什么，包括我其实也都是一直在学习，所以我不像执行长或是等一下红路讲，就是他们都会有很深的情感，或者是会看到很细腻的东西，然后像我就是比较那种对，我比较冲的那一种，对，就是怎么去拍都可以，去那个跟人家大小声可以，可是后面就是他们跟着我们说，我们可以去做什么样子的思考，或者去用什么方向，我们可以往哪个方向走。我觉得这是在这个团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可以去做的部分，是我觉得是很特别的地方。那我的分享大概就是这样。好，我是洪儒，我是就是跟大部分中南部的，就是学生一样，就是高中我念完彰化女中一毕业之后，就上台北去念大学，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就留在台北工作，然后在台北的时候就想说啊，有一天我就要离开这个不适合居住的城市，我要衣锦还乡，然后所以我就会设定一个目标，就是我可能存够了一笔钱之后，我就是回彰化生活这样，然后是直到就是三四年前那时候那个日本三一大地震跟海啸之后，我就觉得如果我明天死在台北，我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做，所以我就决定就是
不管就是那个目标那个金额达到了没，我觉得就是先回家乡，因为那时候生长，那时候生活在台北，会有一个感触，就是，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彰化有赖和基金会，然后办赖和音乐节，然后彰化那时候有那个国光石化的议题，可是我身在台北，我都没有办法，就是真的去了解说到底自己的家乡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是可能只能透过网络这样子，然后，所以后来呢，我就是回到彰化，然后开始。一开始呢，我的生活场域其实也并不是在彰化，因为我的工作是要到台中来找，所以我反而对台中比较熟，然后也加入台中的那个就是温度这个刊物的那个基金会，然后参与这个，然后可是我会发现说，还有比如说我会去东海书院参加活动跟看书，所以我会发现说，即使是我们是在隔壁，可是台中人很少去看到彰化。或者是都会用一种都市的眼光去看彰化，其实很近哦，就是坐火车啊，就是5到10分钟就到了。但是20了，但是我就是很想知道说，那我们可不可以从彰化的观点看彰化？然后所以后来我就是决定报名培训。那个就是赖和之光培训，可是那时候其实也是蛮犹豫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志工培训啊是长达八个月，然后你就是每隔周六就要去上课，上一整天这样，然后我就很担心自己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全勤，就是然后所以我缴费，然后报名完，然后到了楼下看着赖和经验馆5个字，我就觉得嗯。这是一个承诺，就是一个约定这样子，因为长达8个月这样，那我就表示我又不能安排其他活动，所以我后来真的觉得很高兴，就是我觉得成为赖和基金会的志工啊，是就是是彰化人的幸福，而且彰化有这样的基金会真的是一种幸福，所以因为刚刚有那个来参加的朋友提到说，不晓得赖和是怎么样的人，都只有在课本上读到他的名字，或是读过就是林清啊，然后可能也不晓得说，哎，赖和的就是彰化的文学旅行到底有别于其他的旅行是什么？那我想说，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当志工我所认识的赖和，跟分享一些我们在带导览的时候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好，第一个是。就是赖和是怎么样的人？大家都通常会从新文学之父，台湾新文学之父去认识他，就会觉得哇，之父哎，就是很严肃，然后有一种威严，然后再加上他后来他的照片都是留那个就是八字胡，对对对。但是我上那个志工的课上到后来啊，我就觉得。我其实有好几个层次，我会发现我每次认识的赖和都一直在变化，就是一开始觉得他好伟大，就是他的作品里面关心底层弱势的人民，他关心他写农民，他写那时候的原住民发生的事件，然后他写就是反殖民很多，然后他也写那时候台湾的童养媳是非常悲惨的，就是我从这些会觉得哇，就是很，就是觉得前面有这样的一个前辈，所以会觉得把他当成是一个前辈。可后来呢，就读到他会写《相思歌》，《相思歌》他是在描写一对男女约会在彰化公园，就是已经消失的那个旧照片里面。然后呢，那个男的就一直没有到，然后那女的等到黄昏啊，天上的星星都出来之后，决定就是回家睡觉。他是以女性的观点去写那样的一个场景，所以他写出了那个时代的自由恋爱的一个故事。就说，哎，怎么原来赖和也会写这样的诗？而且呢，很巧妙的是，同样一个故事，他又用男性的观点，他写了另外一首。那这两首呢，就是刚刚傅仪讲到的那个《到老人》的专辑里面，我们都有把它改编成歌曲，然后就是从这个从。他的不同的作品里面，我们慢慢的去发现说，哎，原来文学家他有不同的面向，然后包含说后来，比如
如说我其实我还蛮常熬夜的，然后有时候熬夜就不小心在读那个资料的时候啊，就读到就是 Life 他很多首汉诗，他的文学不只是小说、散文跟就是行诗，他也有写很多很多的汉诗，然后很多的汉诗都在写他熬夜时候的情景，就是在写说就是他又看到了天色又亮了，然后鸡又啼了，然后还有月光怎么样，然后就觉得每次在熬夜的时候想到啊 Life 他那时候就是白天帮病人看病，然后晚上他就是还是继续在帮那个民报写文艺，就是编，就是在论事那个，他那时候是主编，所以他就是白天工作，然后晚上呢就是关心社会的时事，然后写文章。这不是跟我们晚上都要上脸书去关心很多的社会议题是一样的吗？然后可能会关心到很焦虑、很气愤、很伤心，然后睡不着。他那时候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奈何他。已经不只是一个名字，他有点像是他就是活在作品里面的一个朋友，然后陪伴着我们，而且他的生活情境跟我们很像，所以这是我认识就是不一样的奈何。那还有一点应该可以说吧，就是奈何他的兴趣是刚刚傅颖有提到是旅行，他那时候曾经跟他的大学同学就是徒步从台北走回彰化，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喜欢下棋，那第三个就是他喜欢喝酒，对，他喜欢喝酒，所以他小酌、不好意思，你真的小酌，那所以就觉得非常亲切，就有时候会幻想是可以跟赖哥喝酒。好，就是这是我们透过就是阅读他的作品，然后慢慢去发现，哎，文学家其实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就是他只是一个名字，而且他其实跟我们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有志工读到那个狱中日记啊，就会发现他在被关的时候他会担心家人，然后他也会写说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他会担心，他也会疑惑，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更觉得赖和他的作品里面之所以他具有经典性，是因为他更写出了就是普遍的人性的脆弱，那有时候写出这些反而是更能够去陪伴着现在的我们去思考现在的处境，这样这是我所认识的奈何跟大家分享。那第二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两个就是在导览的时候有趣的事情，像我们有一个景点啊叫做警察署，是大家都觉得非常有兴趣的，因为很少有人可以进去那种拘留所，而且是现在他们还在里面办公的，然后也是曾经赖可被关过的地方。然后像我有一次在讲警察署，那时候没有进去，可是我在讲一个故事是跟警察署对面的彰化女中有关的，在场也有那个高中生，因为超过9点所以去搭车，太可惜了。彰化女中就位在警察署的斜对面，然后奈何被关在警察署的时候，同时期有一个彰化女高的学生被关在里面，那个人叫做丁运贤，一起罗刚朗。然后呢，这个女高中生她被关进去的原因非常的特别，她是因为呢，在殖民统治之下，他想要去消耗日本人的国力，那他想出来的方式呢，就是以一介就是弱女子，就是女高中生能做的，他就是把学校的水龙头全部打开，然后电灯也把它全部打开，因为他觉得这样就可以消耗日本的国力，然后屡劝不听，所以校方就把他移送警方，然后警方也因此觉得。这个女高中生，就是这个事情很难办，但是也有把她拘留几天。那因为丁运贤他也是入港丁家，所以他们其实也有特别注意丁家的活动跟他们家的女儿这样子。然后呢，后来是因为那个李文进彩也把丁运贤公，其实我有一个跟你一样大的女儿，然后我觉得你这样实在是太可惜了，然后我觉得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你要不要就是在我们审，就是我们在审问的时候，你能不能配合？因为啊，他每次在被提被审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他都不配合。然后那时候日本警方就会问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现在啊，你的你就是有一台卡车，有一台卡车载满了日本士兵在你前面经过，地上有一颗手榴弹，你会不会拿起来丢？然后丁玉宪的答案是会，他就说会，他每次问他，他就说会，就是其实这只是一个想象的题目，可是他就是这么的勇敢，说出他想要的答案，而是直到后来那个日本的警察大叔实在是就是很温柔的劝他，所以后来呢，他才是有就是有被放出来这样。然后啊，当我在警察署前面跟大家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就是觉得很有趣。哎，原来我们的土地上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哦。那我不晓得大家之前念的是什么样的学校，知不知道自己的学校以前有出过什么样的人物？可能不知道，因为我在念彰化女中的时候，我也不晓得有个这么屌的学姐。对，我就觉得。哦，就是彰化的女生根本就不是被训练来成为老师或是喝醒补，就是因为我们念彰化女中的时候，所有的老师都说女生啊，以后最好就是当老师，这样才可以在家里面带小孩，就是可以好好的教，就是相夫教子这样。可是，就是沈佳宜。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能够在彰化女中的对面警察署去分享这个故事非常有意义，而且其实也会有很多年轻的女孩子来参加。那包含说现在彰化女中的学妹们，她们已经在面临一个议题，就是说她们想要争取可不可以不要一定要穿制服进出校门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每次都在不同届的学生都会向校方提出反映，但每次都被摸头，然后就被敷衍，然后就被拒绝，然后后来就不了了之，因为学生是会流动，他会毕业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像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就是我们身边我们城市的这些故事的话，其实是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力量，去告诉我们说，哎，其实我们可以有做出有别以往的选择。就是我们在带文学地景导览的时候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另外就是我想说说，就是这位赖和的志工对我造成的影响。我觉得第一个是在因为刚刚有那个廖大哥说我们很专业，那我觉得我们不敢自称我们很专业，可是我觉得有一点是很难得的，是很感谢基金会可以花这么多的时间在培训志工的地方。就是我们虽然不是专业，比如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专门导览建筑的或是专门导览庙宇的志工那样子，可是呢我们被启发的是说我们改变了自己的双眼。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难的，当我们走在街上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其实不只是眼睛在看。那我觉得对我而言，我被改变的，我眼睛被改变的部分是，我觉得我打开了左一只眼。对，就是从小到大我都不认识左翼的思想，可是我为什么开始可以看到，就是台湾这块土地上曾经是跟社会的思潮是一起脉动的，然后曾经有过那么辉煌的思想的运动，然后文化协会他们做的事情，就是透过这样的学习，然后透过文学来，就是让我看到。那我觉得，这不是只有看文学作品能够达成的，还要透过行动。就是我们不只是阅读文本，我们是直接透过自己的身体去走进那个场景。那走进场景的时候，要透过自己的话去诠释，所以这也是廖大哥说为什么每个志工讲出来会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在讲一套一模一样的东西，而是我们跟那个东西对话，然后再跟大家分享，然后也欢迎就是大家听了之后
可以跟我们一起对话，一起思考。所以我们给出的不是答案，我们给出的是问题，问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历史，然后问说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如果就是有来参加的民众啊，就是他可能只是想要听到就是比较标准答案，或者是只是想要小确幸，或者他觉得被这个刺激到的，其实我也会觉得有点抱歉。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当我们成为导览志工的时候，我们是有权利去诠释自己土地上的历史，自己的认知，而不是说把文学啊，把旅行啊都归类为那个是学者，那个是老师，那个是政府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文学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它其实就是来自于土地，文学来自于土地这件事情，我们竟然要花费很长的一段时间来学习，然后重新连接上。听起来很简单，好像一句口号，可是要真的去体悟到真是不容易。可是当你体悟到之后啊，你就会觉得又幸福又痛苦。为什么？我真的觉得又幸福又痛苦。幸福的是，你终于可以连接回就是台湾那块被切断的地方，你知道自己是谁。我真的是知道自己，要透过历史，透过知道自己地方上的故事，然后慢慢累积才知道自己是谁。不然我以前在念台大的时候，每天从宿舍的床上一醒来，我真的不晓得自己在干嘛，自己是谁这样。那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会在成长过程中面临到这个疑问，只是不晓得在什么时候。那我觉得是透过了去连接历史的断裂的那个断面之后，他可以去医治这个病。然后奈何是医生嘛，就是我会觉得说他不只是医就是身体上的病，他也医心灵上的病。因为当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会更有信心，更敢就是为台湾做梦，然后去成就良善的事情。我怕梦是吗？不小心切题。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奈何就是当奈何志工，不只是在文学上影响到我，思想上影响到我，包含比如说我终于像我前阵子来参加台中228的导览的时候啊，你是跟我这个？不是跟那个信徒。对。我就发现啊，我竟然听得懂哎，就是228那么复杂，我竟然听得懂。可是那也不是透过阅读课本或者是阅读书籍，而是我慢慢的透过一些行动啊，然后我们可能有读书会啊，然后从生活里面去了解到的，会觉得说228是跟自己相关的这样子。那这就是我的眼睛被改变的，而且我会觉得说，如果说历史啊，无形的文化，它是有颜色的话，其实台湾它是非常多彩多姿的。就是如果你可以看到那个无形的东西的话，那这是我觉得很幸福的地方。那我觉得很痛苦的就是说，我会很难跟我以前的朋友讲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这就是你的事情，就是你们这社会上就是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可他不觉得那是他也是他的事情。那我就会很难沟通，那我会觉得有点难过，就是我会觉得痛苦。然后再加上，当你知道台湾有那么多的前辈，就是那么多人在为这块土地努力，那么美的时候，可是你会看到现实状况，有非常多丑陋的事情在发生，那你这时候就会觉得那个气氛是无法去消除的。我有透过行动。所以他也促成是后来我决定，我想要用经营一个阅读空间的方式来实践，就是之后我希望彰化也可以有一个思想基地去接回过去断裂的那个历史面，那让我们可以站在彰化的土地上去独立思考，去独立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说彰化没有成品，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然后没有百货公司，要开一间吗？那当云林的那个合同普惠的合同厅是成品跟星巴克进驻的时候，很多彰化人就觉得说啊，云林都有了，为什么彰化没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问这个问题之前去意识到？可是那我们认识火车站旁边的南方书局吗？因为我们其实并不认识，可我们就直接以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家乡。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能够促成青年去思考，然后变成它会变成它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一种行动跟实践的一个过程，这是我自己亲身就是体验到的，觉得跟大家分享，谢谢。好，谢谢。这个呢，我今天不是想要被扯到来主持，我三个拢才甲我讲的。台湾跟你厝遐近的，安怎会这部分哦？不过哦，真的，我觉得其实文学哦，我自己本身也算读文学啊。我大学的时候是英文系，然后我现在也还在英文系教书哦。那在的确，我们都转了一个弯，才回来了解文学是什么。那其实文学本身它就是反映时代，它就是反映土地，人跟土地的连结。这个是每一个作家，我想每一个有名的作家，我想他们都会去谈到土地跟人跟自己的连结。有很多那种在异乡思乡的情节，这些都有。那包括在赖恒的作品，还有我们看到很多文学作品，其实甚至像这些在土地的土地的这些小旅行其实都是在做这样的一个连结。那其实刚刚我觉得你们真的是超怪的，熬夜会看赖恒，我们熬夜在上网还是看什么韩剧什么，然后也会看赖恒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他迷人的地方因为你们看到赖恒给你们的感动，对不对？我可能熬夜不会看赖恒。但是赖恒给我的感动是一样的那其实的确我觉得你刚刚讲到那个张宇的那个事情，我也在想说我是中一中毕业的中一中也没有出什么人让我觉得骄傲的。其实有啊，有好几个，刚才出了一个吴敦义，我就就没了就没什么好骄傲的。这里有很多人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整个怎么说，我觉得文学带给我们的感动是真的很珍贵的。那透过包括像这种，我们本来像我们刚刚讲文学也许对很多人是虚无缥缈的它有很多可能对你来讲文学有很多很这个美丽的词藻堆砌起来的但是其实真正的文学是在其实真的要去实践的去了解去读甚至像现在透过奈何基金会的努力在彰化很多地方都可以让我们去联想到奈何作品甚至其他跟彰化相关的文学作品都活了起来所以这部分我想还是要再一次我觉得要再一次给奈何基金会一些掌声鼓励好不好这是很重要的对啊，所以我觉得读这些文学，或是去赖和基金会办的这些活动，我觉得就够了。读什么经，对不对？背什么《弟子规》那个，实在现在艺术嘛。好，即摆咱时间交互恁大家，看有啥物问题，咱做一个交流，好无？还是讲现场老志工？我让书包充钱。来你讲因为我是基金会秘书资金来源最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有带一下我们今年的那个我们身上都有穿的这件，这是我们今年今年设计的衣服，对大家如果等一下有喜欢的话可以购买。然后张老师这件经典款就是经典，勇士大会议斗争快要没有了，如果大家需要对，然后还有刚刚就是那个明信片，对，还有就是那个赖恒最常被提起的一句话时代的进步和人们的幸福原来是两件事，
对，大家可以，对，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欢迎购买。然后我就刚好想到，因为老师是园林的，其实今天彰化县有发生一件蛮重大的事情，就是内政部通过，是不是现在10万人口以上就可以变成市？所以很多包括园林镇、包括和美镇都即将变成市，可是有很多人就开始很开心嘛，他就可以炒地皮。可是呢，我们又遇到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就是志工在讨论的问题，就是说，当他升格了之后，其实他的县政裁员并没有变多。那可能我把这三个重要的资源放在这三个彰化市、和美市、园林市之外呢，其他的乡镇就会被边缘化。然后这也是我们，就是我们在和志工也会开始去讨论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讨论的问题真的很多，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奈何基金会就是一直在做的，因为我们曾经被问过一个问题，他就说，其实我每次去你们奈何基金会，我都不知道奈何是谁。就是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包括有关于社会议题的事情，或者是办一些讲座。其实除了你来参加文学旅行，我们会去讲奈何之外，其实我们其他活动我不讲奈何，因为其实那我们志工已经把奈何的那个精神就实践在我们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里面。然后大家刚刚也有说到说，就是都不知道奈何是谁，或者是知道从课本上面看到。其实真的不要把奈何当成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找他的文章或诗来读。然后我觉得就可以慢慢去理解奈何他想要说的事情的时候，你们也都是可以变成奈何，就不一定是参加奈何基金会的志工才会变成奈何。对，好，谢谢大家。多谢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都可以问的哈？都可以跑开。我因为这边年轻朋友很多，我先偷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奈何还是杨葵、钟离和、黄春明之类的小说作品？有没有？有一部分都有看过，那就是所谓的台湾乡土文学。那等一下，可能也要麻烦你们志工，等一下稍微就乡土文学论战部分稍微做一下解释，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对，因为我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因为那是在将近40年前发生的，对。那我真的觉得你们很棒，因为我自己在带导览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台湾人有时候很悲哀，就是我们被这个教育升学制度搞得很扁平，那自己又没有，如果自己又不去努力的去获取一些资讯的话。那一样到了国外去，你一样飞到巴黎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乐趣比人家少很多，因为你心里面没有那个厚度在，你看到东西觉得那建筑很漂亮，但是如果你没有文学，没有历史的，例如伊斯坦堡它很棒，那很多在欧美，他们很多人是因为看了《一座城市的记忆》这一个很伟大的作品，他们之后去按着小说去找，那我觉得奈何你们基金会做这个。我也会希望说，未来在台中市政府来帮忙，也可以在希望在台中可以做到，我们也能有一个有一点厚度的小旅行。那非常感谢你们。哎，好，谢谢。那几个问题一起吧。好啊，好啊，刚够咱来看什么问题。都没塞门槛，因为这或者是你，我们刚刚讲半天，还是不知道奈何是谁，都可以，都可以啊，啊。基本上乡土文学论战，这个要上一学期的课。是。就是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基本上是一个。当时的发生是在于说，就是台湾就是黄春明他们慢慢的有一些人回归乡土，在写一些小说的时候，那他们被封上就是工农兵文学，就是被打成工农兵文学。那这里面，因为其实70年代的乡土文学，其实里面还没有分，就是里面就是统独意识形态还没有像后来80年代那么清楚，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好像。就你看到说像黄春明、王拓他们全部大家都被打成是工农兵文学，那他是对应到像余光中他们这些比较就是跟国民党比较友好的这些作家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有点难解释，不过我讲一个相关的啦，就跟奈何相关的好了，就是说
就是其实赖和在一就是说这个过程里面，赖和其实对赖和有个影响是说，当时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在他让年轻人开始去思考，就是说我们的乡土是什么。那杨奎那时候还在，那杨奎是少数，就是说他是走过日治时期的作家。那因为杨奎他也刚好从60年代从绿岛回来，那在台中的东海花园居住，那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找他，然后甚至福大那边有一些人让他去演讲。那杨奎重新去谈日据下的那些文学，那时候用日据时代这样。那从像林瑞敏老师，他那时候就是也是透过跟杨奎一起生活，然后访问杨奎，然后才知道说，哎，彰化有个作家叫赖和。那他去彰化找赖，就是去找赖和的家属。那时候其实赖和的家人都很低调，就是赖和医馆已经没有人营业了，可是就是整个门大门是绳索的。那老师是透过就是一次就是去拜访，然后他就是那时候李南仁老师已经编了赖和先生全集，可是林瑞敏老师觉得说一定不止这些，所以去问。可是那个过程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去问白色恐怖或者是一些家属的，其实你要去跟他建立一些友谊跟信任感，他才会愿意告诉你更多。那林瑞敏老师透过一次两次慢慢拜访之后，赖和的长孙赖和的儿子赖生先生就是一篇手稿两篇手稿，这样一次一次拿，一篇一篇拿出来，就是慢慢的建立起关系，然后他们那林老师才看到那个全貌，这样才慢慢找到赖和的手稿，然后越找越多，成就我们现在的赖和全集的手稿。那另外一部分，那个年代的氛围也让本来就是当时就是国民党刚来台湾的时候，他们有鼓励各方要提报抗日烈士，所以赖和曾经被请入过就是彰化的中烈祠，可是后来有人密报赖和是共产党，所以赖和被请出来。那在1984年的时候，因为有先有乡土文学论战，那个乡土文学的复振运动里面，然后去让赖和重新被各方讨论，然后所以像夏朝的这些人啊，或者说应该从那个。没有，名字忘记了。那个就是梁景峰，哎，对，就是他们又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赖和是谁一样，那慢慢去讨论，然后就开始去做赖和平反。所以后来赖和又被迎回去中烈祠。那我想谈的是说，其实赖和不管是被送进中国国民党的中烈祠，或是再被平反，那个过程其实赖和其实都无属于赖和他为台湾做的事情。那这个过程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民间的年轻人，尤其是战后世代，曾开始去透过乡土文学论战、乡土文学去连接自己跟土地的关系。那在70年代是用乡土文学这个称号，可是到慢慢的用本土文学，现在用台湾文学。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台湾文学也就是被这个社会接受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对，所以。文学论在哪待呢？我应处可以。Google。对，自己 Google， 或者是我们可以再另开，这下次可以再邀一场来讲。好，来。是的，谢谢。我还没有回应，时间的关系。好，那最后我们要不要讲一下最近那个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因为我好像有记得还有一个冰糖瓜比赛啊，是什么？不是，不好意思，跟我没关系。不是啊，吼，我是忘掉，还是吼，那是，好，那是。也是的，哦，就是是乱住的吗？我乱住了，对不起啊，来盖小姐，最近有什么接下来的活动？除了像这些导览之外，还有，其实刚刚有些朋友提到，就是其实我们今年开始，就是我们今年有一个比较做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说。以往我们是办完赖和音乐会之后就结束整个音乐节，我们没有拉长到一个月。然后明天我们会在早上会有两场旅行，一场走八卦山跟赖和医馆周边。然后今天有个非常特别，是我们去做就是说在鸿儒他因为带旅行的过程，然后去更了解到说原来赖和医馆周边的这些故居，然后还有。可能清代留下披甲寮、日本时代的林保馆，这些林保馆的住户，他们其实
战后演变的过程里面，他们都还在。那我们就是明天下午会在复兴的慈生仁爱院就是办讲座这样。那这里面其实牵扯到当地领保馆的居住正义的问题，因为他们因为其实原来战后的日常接收过程，彰化、南投、台中，我们所有的慈善事业全部都是规划在台中州。那延续日治时期的那个领保制度方面委员会这边的这样的事业，可是现在已经变成是贵台中市私立仁爱居家的土地这样子。那这个仁爱居家，据我们侧面了解，它是台中某个地方政治势力，已经本来是一个有官方民间色彩的一个组织，可是现在已经变成某个地方势力的家族事业。那他们现在最近在抛售大量的土地，那把日治时期的这些慈善事业土地全部在抛售当中。那这些戴尔医馆周边这些领保馆的住户，他们领保巷的住户，他们也即将面临，就是他们土地要被租了很久，他们都缴租金了，结果发生一些事情，他们租金没有被人家收到，然后他们去告，又告诉人家，然后现在就是他们的房子要土地都要被收回去。那我们想要透过就是明天的旅行跟下午的讲座，让更多人开始去认识说，其实台湾过去有一个慈善事业的领保，就是社会救助的领保制度。那台湾唯一现在还仅存，就是在彰化领保馆。那我们希望明天下午，大家如果有兴趣，欢迎下午两点来赖和信网附近慈善仁爱院听讲座。然后，如果你对彰化的书店、独立书店，或者是你自己也想开独立书店有兴趣的话，六月六号可以一起来南方书局，也可以来听讲座。那我想，其实这场不是要来打广告，我觉得。就是说，其实赖基金会在做的事情，也许只是小小的力量。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因为其实我自己在接基金会执行长的时候，我们面临就是基金会没有钱，然后人力也不够。可是我在想的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克服目前的困境，那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希望让台湾更好。那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那很高兴就是这个过程里面，基金会可以成为一个彰化年轻人的平台。他们可以不用到台中来听讲座，他们就可以在彰化去做自己的实践，那可以让彰化更好。那我也期待台中年轻人，或者说你是不管你是哪里人，你可以为自己的家乡或你所在的地方做一些事情。谢谢。还有一个不好意思，还有一个被主播要广告，就是六月六号有一个反台化的大游行。这样好，这样。对对对，就是。如果你有到彰化，你坐火车到彰化的话，你一定会，你下车你就闻到一个味道，因为我每次坐火车去彰化，我一定会闻到那个味道。对，就是台化，就是台塑他们在盖厂很久了。那在这几年，我想国光石化的问题已经开始蔓延很多讨论。那最近就是彰化的医疗界联盟他们集结起来，就是希望大家去关注 PM2.5， 然后还有反空污大游行。我们中部，我想台中啊，台中南投彰化，只要你在那边出生的小孩，我们的肺部都没有很好。对，就是因为我们都被这个空气污染长期影响。那台化是很严重的。那目前已经有一个相关的都市计划，希望他们迁厂，可是中间有一些各方的角力在进行。那迁厂之后，它会不会又变成另外一个住宅区，还是说它有后续的部分？这个是需要大家关注。所以六月六号早上八点半，在彰化县政府，欢迎大家参加。然后这个文宣就请大家告诉大家，这个比国光石化一样恐怖。谢谢。好，谢谢谢谢。我在台北念书，真的只要能到那个坐火车回去啊，我一品有点超龄，就在家到了啊，可以回家了啊，到家可以准备下车了啊。对，其实我想在这个赖和基金会他们这样一个努力哦，我觉得刚刚我看到他们在讲话的时候，那个眼神是很有感动的哦，因为在他们改变别人的同时，其实也改变了自己。对不对？你们也成长，你们也看到本来以前都没有看到的东西。透过跟赖和这样一个跨时空的这样的一个交流了哦。我也是因为认识你们哦，开始让我知道原来赖和的作品这么重要。好，谢谢，那也谢谢各位。我们下礼拜
哲武有没有要不要先做一个广告一下？好，来下礼拜的主题。好，我就做个预告，就是下礼拜哲学星期五要讲的是最近中科大肚山，就是他们就是有一个中科扩厂的一个议题。那下礼拜会请一些团体的人来讲这个议题。那大家也如果有兴趣的话，下礼拜哲武也可以一起来听，就是中科扩厂的这个议题。那最后，对。不要忘了，如果你身上有多的零钱，你觉得钱包很重，不想要这样带回去的话，可以放一点零钱到这个艺术箱。好，谢谢大家。